他们已经发觉美国现在川普上来是不可以依靠的，你知道。然后泽连斯基昨天吧在讲的，他也说这个俄乌战争即将提前结束，所以即将提前结束，大家都认清了不可能再这样子撑下去了，因为美国不会再出这个钱了。这是川普跟范斯脑袋瓜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要打仗你们去打，你要叫我们美军来可以，你要付钱。从俄乌战争到现在，我们美国给了乌克兰多少钱是吧？单单是今年就610亿美金啊，想过吗？我们食物在哪？我们每天还指望这个指望那个，你们美国你们这几个人就送这种军火给乌克兰，如果你送的是食物医疗器材就算了，我们美国人仁慈嘛，要救世界嘛，就算了，你送的是弹药，你送的是要人家上战场拼命的这些东西。这是川普跟泽连斯基，川普上次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不是要提出一个叫做胜利计划吗？然后在那次的时候他去拜访了川普，那时候还没选总统哦，还没选，在这选前，然后他们在川普大楼见了面了。出来的时候你们注意看这个，有时候一张照片可以讲好多好多故事，大家去看看这个，注意看泽连斯基的表情，你认为他在心中想什么东西？后来泽连斯基有讲哦，他说他觉得这位共和党啊，就是共和党的老人，已经这么老了，共和党的老人，他一直那时候说他可以结束俄乌战争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位共和党的老人似乎不太清楚要如何的结束这个俄乌战争，这是他说的。那接着川普那时候说的什么话呢？在那里他说啊，乌克兰已经输了，俄乌战争乌克兰已经是输的了。他说任何协议，就算是再烂的协议，都比现在好。这是川普对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观念。那范斯就是美国这次当选的副总统范斯啊，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那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。有时候就是选举，你不要讲那么一大堆废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很撼动人心。范斯说什么呢？在竞选的时候他说，美国人餐桌都快要没有食物了，我们还要军援乌克兰。这是他讲的一句话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中低阶层，为了生活还在那里打拼的人，你听到这句话，你有没有感受那种触动？然后再想到哇，从俄乌战争到现在，我们美国给了乌克兰多少钱是吧？单单是今年就610亿美金啊，想过吗？我们食物在哪？我们每天还指望这个指望那个，你们美国你们这几个人却送食物，就送这种军火给乌克兰。如果你送的是食物医疗器材就算了，我们美国人仁慈嘛，要救世界嘛，就算了，你送的是弹药，你送的是要人家上战场拼命的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些人你说他们会对拜登没有意见吗？当然有意见。所以范斯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当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。然后呢，最近战场可以传出来，就是说乌克兰前线的逃兵大概有20%，那是非常严重的。我到后来也发觉，我有一次跟帅将军啊在那聊天呢，帅将军讲了个，我才发觉哇，这不同军种啊忧虑的事情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。空军打仗你知道他有忧虑什么？他有忧虑他的，如果他们不知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的话，空军飞行员要忧虑的是他会不会叛逃，他家的飞机跑掉了，因为他就一个人嘛，打打可能我旁边都没人了，我可能还会被打死，我干脆就是飞到对岸去算了，这是空军在忧虑的。陆军要忧虑什么是吧？如果他们没有很坚强的战斗意志，他要忧虑逃兵，不要小看这个东西，他就跑掉了，我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嘛？我跑掉躲起来，我躲到山里去好不好？我这不是半个年之后我出来，说明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知道吧？就是陆军要想的就是逃兵，可是我们海军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。我那时候才发现哇，我们海军有时候讲都很简单，为什么海军不会去考虑？海军是同舟一命啊，我往哪跑啊？这条船被打沉全船都会死掉。所以你没发觉三个不同的军种其他考量事情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乌克兰现在前线逃兵，那是可能上上礼拜我看到一个消息，就是大概已经20%在逃兵了，士气低迷。然后德国啊有个国防军少将几天前讲了一个，
他说了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你要懂战争，你就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。俄国在整个战线呐、啊，全部掌握了主动。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，哇，那大概俄国已经胜了。那个主动跟被动在战场上是截然不同的啊。然后他又说了一个，战争不存在一个扭转战局的神奇武器，意思说他已经输了乌克兰，你给他什么都没有用的，他就是要输了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肖茨啊，昨天还是前天吧，跟普丁，就是德国的那个总理跟俄罗斯的普丁两个人通了电话了，这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两个人第一次。然后泽连斯基非常紧张，泽连斯基说你跟他去通话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你让我们过去所有北约也好美国也好，我们为了孤立普丁的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结束了。为什么？既然你肖茨可以跟普丁谈，那法国的可不可以？那一大堆的北约国家，英国的可不可以？他们都去跟普丁去谈呢？他们已经发觉美国现在川普上来是不可以依靠的，你知道？然后泽连斯基昨天吧在讲的，他也说，这个俄乌战争即将提前结束。所以即将结束，大家都认清了，不可能再这样子撑下去了，因为美国不会再出这个钱了。这是川普跟范斯脑袋瓜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要打仗你们去打，你要叫我们美军来可以，你要付钱，你要叫我们出武器可以，你付钱，后面的你试试看，那如果能够撑下去的，这是第一个。那这是俄乌战争，因为川普的当选大概要结束了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活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